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目前有200多款皮肤，不过不是所有皮肤都是玩家喜欢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王者荣耀中使用率最低的几款皮肤，看看你们是否有这样的皮肤呢？为了大齐宣太后，这款皮肤在前段时间刚优化过，造型和特效是没得说，不过因为价格太昂贵，然后芈月现在也不强势，自然这款皮肤的使用率就会低了。第三款，武则天的东方不败。这款皮肤虽然是史诗级皮肤，但模型和技能特效都太一般，特别是出场的背景还不如原皮的好看。而且玩武则天的玩家基本都喜欢用海洋之心，所以这款东方不败是真的败得一塌涂地啊。第四款，项羽的纸棒王牌。这款皮肤需要开通腾讯的业务才可以啊，不过技能特效一般般，很多玩家就算拿到了这款皮肤也不太经常使用。再说项羽的皮肤有很多可选，效果也不比纸棒王牌差，自然这款皮肤人气就低了。第五款，狄仁杰的鹰眼统帅。这款皮肤刚上线的时候还挺多人拥有，不过随着时间发展，这款皮肤很多都被回收了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扣分机制导致的。现在游戏中不管你表现多好，只要阵亡的次数过多，系统就会扣分，而一旦扣分，这款皮肤就和你无缘了。所以现在能玩这款皮肤的账号，极大可能性都是一个大神级的玩家。第六款，艾琳的半身皮肤。因为艾琳是一个内测英雄，不要说皮肤啦，就是拥有艾琳的账号现在都是非常少的，更何况是皮肤呢？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还知道哪些英雄的皮肤使用率比较低的呢？